我们看第一期，某生在 A 点的哈，预测 B 点哈至 A 点的距离，其沿 BA 哈线后退少许，后退的一段距离，在与 BA 呢呈垂直方向哈，走了100根号3公尺，然后测的 AB 两点间。它的这个视角，这个是30度了。若已知 AB 间的距离，这是200。那他问哦，则此人后退的距离叫 x 好，是多少？他是怎么做？我们就假设这个角度叫西塔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就知道哈，偏正西塔。等于多少 ？x 除以100根号3，然后天减吼，30加西塔，西塔加30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x 加200，啊除以多少？除以100根号3。好，那这个我把它展开。展开的话就是变成哈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是，一减天剑西大天剑三十，天剑三十是根号三分之一，天剑西大，啊分之多少呢？分之天剑西大哈，再加，天剑三十度是根号三分之一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求 x 嘛，所以我就把天剑西塔带掉。天剑西塔带掉的话，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一减根号三分之一，再乘以天剑西塔。天剑西塔是100，根号三分之 x。哦，啊，这天剑西塔是100，根号三分之 x， 再加。根号三分之一，好啊，这个是300分之 x， 所以我就知道哈，这个再给它化解，这是一减哈，一减300分之 x， 就300分之300减 x， 啊，上面通温的话是100根号3 x。再加上100，好啊，这样的话哈，好啊，等于是这个哈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100根号3跟100根号3的约掉。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多少？变成是300减 x 分之300 x 加100。它，啊，等于多少？等于 x 加上200。好，那我们要交叉相乘，这把它展开来是300哈 ，x 加上30000，等于多少呢？这个乘以这个多少？这是 x 加上200，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是负 x 加300，啊，这等于多少？这是等于，这是等于多少？这个是负 x 平方，啊加，一万，没有，300减200是100 ，x， 啊再加多少？这一乘是60000，好，1234，好，那我就。把它移过来就是 x 平方，再加200 x， 哦，300减100200，减掉多少呢？30000减60000是负的30000，这等于零了。那交叉相乘11，啊，这是100，啊，这是300，啊，正200，所以是正的是负的，所以就得到哈，哦，x 等于多少？100。
啊，或者负三百，负三百不合啦，哦，因为这距离是正的嘛，所以是100公尺，所以答案是100公尺。